次應用，完美啊！呢個波入咗啦！呢個入波嘅影響可能好大啊！白邊頭搞掂咗個籠啦，一流啊！呢個波好似入緊咁嘅嚇，佢完全好似知道咧龍門會點喐嘅。入波先打开纪录啊！啲人话决赛边个最好波啊？入波嗰个咪最好波啦！向右翼传出，白必图，白必图，呢球点咧 ？OK 啊，都值得试下嘅。唔好话你啊，我都以为呢球波入紧啊！爭少少，分去右翼度，好，而家射啦，入咗波啦，入波。剛才我比波，如果遲少少就會越位的了，現在就啱啱好差面。场波嘅形势真系不停咁变紧啊！呢个可以话完美嘅反击啊！睇下可唔可以再接再厉啦！哇，佢都跑咗好远下咯！维顿汉一脚将波清走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，直接长传。舒伟恩史迪加攞到球波，但就揾唔到机会入波。白必图传去侧翼，球正吹鸡，呢一场决赛嘅上半场完结，呢场波都好睇，两个入球啊，两队各一个，冇一队可以攞到优势嘅。决赛踢完半场啦，喂，点睇啊？呢场波大家可以话咧咁高咁大嘅，睇下之后两队嘅升级球员啦，可唔可以扫下 Colly 啦？两队喺头45分钟咧都仲系咬住咬住啊，比数而家系1-1。开始比赛啦！拜仁慕尼黑在下半场执咗个阵，看看有冇效果。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呢个直线靓啊！呢脚直线一下趟出拉弓，入波啦！入咗啊！呢个波。哎，攞到领先的一球，真系够晒冷静，攞得好准啊！呢个波正啊，够简单直接，总之有机会就起脚，打破僵局啦！想入波，揾佢咪得咯？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侧翼传球，传得好靓啊！脚法真系好啊！可以解
解圍啊！白必圖為腳同龍門起腳嚟啦！領先兩球波，現梭球啊，完全控制曬形勢。拜仁慕尼克唔放過咧對手，比失咗個波，一攞咗個波就即刻可以反擊。时候要禁制换人噶啦，啊！而且两边一齐换噃，呢一球波可以话改变晒成个比赛嘅局面啊！喺场边嘅领队梗系好高兴啦，谂定去边度庆祝都得啦。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，呢个直线嚟埋门嗰下啦，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领先三球啦，点睇都冇得追啊！咁多空位，咁多时间，真系点射都入啦！完全唔明咧，点解佢哋会走甩呢一个射得之人，简直系明知故犯。已经啊梅开二度啦，当然想入多几球添啦。拜仁慕尼克再入一球，而家竟然领先3-0。连前锋咧都翻翻去后场度帮波啊！一队好球队嘅前锋咧就系第一道防线啊！你睇下佢真系帮到自己嘅后卫唔少噶。有机会入波，呢球波靓啊！第三球啦，有冇人 mark 得住佢啊？我啊中意佢夠冷靜啊，停一停先再射。第三個入波，今場波個最佳球員都怕只係佢啦啩。哇！好耐冇睇過啲咁出色嘅表現啊，簡直係一個人踢曬成隊波嘅，對手冇人阻止到佢。拜仁慕尼克喺呢一個時候做，牛精話完場啦。呢一晚。